很多粉丝问100克豌豆粉可以做多少凉粉，看好了，整整这一盆。首先我们取一包100克的豌豆粉倒入锅里，再倒入两瓶500毫升的水，一定要搅匀之后再开火，煮到这样边搅边冒大泡就熟了，切记多煮几分钟再关火。我们一定要常温放凉才不容易断，凉透后我们再用买豌豆粉送的小瓜子刮成条。今天这个调料是你们一直跟我要的伤心凉粉的调料，特别香，快拿本子记下。还想学啥凉粉跟我说。